四时记七十三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差非利士人手中十四人。那时犹大扫拉人喺属丹族的名叫玛拿亚，他的妻不怀孕，不生育。三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你将来你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，生一个儿子。是，所以你当专心，前朝浓朝就不可喝，一切不洁，植物都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，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枝条剁剃他的头发。因为这孩子是出台朝贵丧的族那些年，他必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六，妇人就脾气对丈夫说：要该神人到我面前来。他的相貌如同如上帝使者的相貌，心思可比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。七，却对我说：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前朝浓朝就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切都是必归上帝作那些人。十八，玛诺亚超祈求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人到我这里来，后召教我们怎样替这将生的孩子。照上帝应允玛诺亚的话，妇人正坐在前镜的时候，上帝的使者就来到他那里。他丈夫玛诺亚却没有同他差接触，是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：那日到我面前的人要来向我献身。是不是玛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，对他说：而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？他说：是我。十二，玛诺亚说：因你的话应验，我们当怎样待这孩子，他后来当怎样呢？十三，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：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，他都当遵心。十四，葡萄树所结的果的不可吃，前朝浓朝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凡我所吩咐的也他都要当遵守。十五，玛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：将你用我们离开了呢，何为你一辈子杀山羊羔？十六，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：你虽然困了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，你若一批分子超当先而耶和华，原来玛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十七，玛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：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当你发音音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十八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十九，玛诺亚将一只山羊交付数字在磐石上，先而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。玛诺亚和他的妻观看。三二十，天父音从坛上望上先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破音，众日线上起了。玛诺亚和他的妻子看见就匍匐于地。二十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玛诺亚和他的妻子显现，玛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使者。玛诺亚二十二，玛诺亚对他的妻说：我们必有事，因为看见了上帝。二三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耶和华若一杀我们，必不除我们少年少女分子和庶子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二四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甚信，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于他。二十五，玛哈尼丹出希索拉和以实头中见耶和华的怜才感而感通他。